欢迎收看《硬是要分享》，我是宇飞，我是商城，今天又来到我们的 Costco 系列，又是 Costco 系列，对，而且今天又是红龙，又是红龙，对，红龙来了，什么东西呢？红龙鸡块，鸡块，什么鸡都有，它什么鸡都有，对，把整只鸡都处理掉了，所以这次是什么鸡？鸡块。那我们来看哦，这一包一样啊，很大一包，但颜色不一样了，这一次走的是鸡块啊，鸡块路线，所以呢，它的颜色就用黄色，颜色哦，不是用红的、哦，它一整袋是3公斤啊，可是照这个扁。程度来讲，应该有被导演先偷干了一 点。对，没有错，它里面呢一样啊，有果，哎呦，它用鸡改玉米粉。什么叫鸡改玉米粉？因为我现在有那种鸡改，我就尽量不吃。哎，保存到360天，所以绝对够吃了啦。我可以放一年呢、欸。对，应该放冷冻库哦。你不要说，我这包拿回去我就常温，这不可能，都要放冷冻。果面率40%以下。那他们也是一样哦，建议大家是丢到油里面炸，用炸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边不开油火。对，哦。我们这边一样是用水波炉，到最后会不会我们在那边开开开，然后人家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开水波炉？那个才是重点。问导演的那一台终极秘技超好用的，真的隐藏版反而引起了关键。没有，有朋友如果有真的有喜欢想要开水波炉的话，欢迎寄给我们，哦，全新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寄新的给我们，我们帮你开。本包含60份，每一份50公克哦。是，哎，你每一次，你这大概一次吃多少啊？这一次吗？对，我顶多吃个2-3块吧。哎呦，你好节省。吃那么多、也不运动，对不对？已经很丑了，还敢那么胖？还有没有蘸酱？这个没有蘸酱，这个、没有、啊。对，还有整包的蘸酱，就没有什么，反正就蘸番茄酱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上次的辣鸡翅才有。裸鸡、白鸡，对，看这种状态就知道被讨厌都吃过了啊。对 ，OK， 变成一盘鸡块出来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。来了，变成鸡块了，飞机，为什么我们飞？我们连食物变的时候还变了个美女出来，哇！我们这集也是有请到 Joyce 来一下，你要跟那个镜头挥手一下。美女本来就是食物啊，真的哦。你有没有吃过很大很大的东西？但是对面做一个漂亮的美女的时候，你就突然觉得那一餐非常没有那么难吃了。对，红龙鸡块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3块，我们一人1块。我们让美女先挑最黑的，你喜欢老黑吗？对啊，是老黑是什么？我是贴心，想说这个比较那个，而且还拿黑的鸡哦。对，我对你们的好，你们都不懂。不要，挑一个黑的念那么久，算了，我们吃别的。哎呦，所以你是分分齿哦，你喜欢白的？我知道分分齿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快快咬咬酒桃哦，这饼干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料理有没有任何错误啊？没有。我的很好吃啊，它不是，我觉得它跟一般的鸡块味道不太一样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谁的可以给我吃一口？真的，谁要吃吃看？给我，完全没有味道，口感不一样，吸进去的味道。你看，还有吧，还有那个咬饼干的声音，他吃哎、欸，烂透了。制作，为什么这集我们录的变沙琪玛？对，很像沙琪玛。还好刚没吃到那个。我跟你讲。我刚刚那个口感，我这一辈子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鸡块啦、对啊，这时候就一定要来，就是那个我们宇飞最喜欢的，它加冕的味道，咱救援了，就跟我小的时候喝过期的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？你有咬过，你很脏哎、欸。它脏，你看我咬到声音嘎吱嘎吱啊。哎、欸，你那个颜色是宝咖咖、哦，那个颜色哦，没有，你那个颜色跟那颗粒，你当下槟榔嚼，包槟榔一样了。糟透了， okay, 糟透了！今天开箱糟透了 ，OK， 绝对不买半颗、3颗吧。那个鸡翅这么给面子、啊。我们5颗星其实可以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哦。对啊，鸡块真的3颗。麦当劳鸡块如果5颗的话，它就是半颗。料理的方式也很重要，我觉得它真的可能要非常的湿润，要不然它只要一干，你就觉得那个鸡肉真的。下一回啊，下一回再叫我们导演再处理一下。好，说、okay. 欸、我要来一个宝咖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硬是要分享呢，把这个红龙炸鸡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鸡块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粉丝团。帮我们按一个赞，以及有喜欢想要看的开箱物品的话，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记得分享欢乐，分享爱，我们硬是要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